祝愿世界各国的女性同胞们国际妇女节快乐。 我是中国航天员王亚平。太空从此因为女性的到来就改变它的环境，降低它的门槛。我们都可以高标准地完成与男性航天员同样的训练考核。而且，女性的很多生理、心理特征能在太空中发挥优势。女性参加太空飞行就变得越来越普遍。 希望所有怀揣着太空梦想的女孩守护好自己走向星辰大海的愿景。朋友们，尽管我们的国籍、民族、职业各不相同，但全世界的女性都在通过自己的努力使这个世界充满活力，更加和谐温馨。也祝愿每一位女同胞在自己的星空中，为我们 所爱的生活和事业，采撷最璀璨的星。